金融揭秘。開始咧，而家係考慮緊，只係一個問題，係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係咁噶啦 ，OK， 唔係咩啊？你哋好嗱，我哋。現在咧，現目咧仲有兩個零禮拜咧，呢個美國大選就正式有結果出嚟噶啦。咁希望啦嚇。咁所以個市況咧係一定每四年一次嚇，尤其是係今年係會有唔同嘅一個模式嘅市況出現噶啦。尤其是現在還多了這個 COVID-19， 又因為這個 COVID-19 而又有一些美國的將會出來的這個救援方案，而美國的民主政制是導致兩黨最大的黨不斷是有事又爭，冇事又爭。咁尤其是而家咧，係處喺呢個民主黨嚇，就揸住個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， 而個共和黨就揸住個 Senate。咁所以兩個鬥生鬥死，所有嘅嘢。邊個提出的不論對與不對，不論最重要的就是對人民好或者不好，都不會理的。他們只是掛著要選到自己而已。尤其是現在多了個特朗普這條冚家鏟出來，自私自利，沒有人性，OK？ 他怎會為了人民而去做決策啊，係咪先？而根本上佢亦都無能做到任何嘅決策，無論外交、貿易、經濟、民生 ，OK？ 好啦，嗱，大家都見到上星期五忽然間個道瓊斯飛升，咁誒亦都係完全係由於呢一個經濟 package。會通過啊？唔通過啊？咁啊，加上咧就成個市場都預期拜登係贏硬嘅。咁但係到禮拜一冇人夠膽喐啦，因為喐完一下大嘅之後，咁啊到禮拜二咧又反方向走。咁啊，亦都通常就會有少少嘅消息出嚟。
月开始咧，而家系考虑紧，只系一个问题，系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系咁噶啦 ，OK， 唔系咩啊？